这锅不行了。这个买不着急。明天在店里拿一个。嗯。明天在店里拿一个，那新的锅，咱家就是。今天晚饭是我最爱吃的煎刀鱼，这边是已经做好的煎豆腐。萌萌现在每天的作业就是回家要背一首古诗，我也每天跟着背。今天上学，萌萌发生了一件很尴尬的事儿，就是他这两双鞋穿串了，穿了一根这个，穿了一根这个，这么上学的。Hello。跟你说一件尴尬的事儿，你姑娘今天穿了两只不一样的鞋上的学，那两个鞋不是长得比较像吗？一样穿了一根儿，她说她尴尬的脸都红了。你这样不仔细瞅是一样的，要仔细瞅一下就分出来了。这个是不一样。对啊，她说她脸通红的上了一天课。这么啥呀？你我家趁一样的鞋买两双。把你都大嫂子了，那锅不行，油不少。那锅不行了，明天我拿回来一个，咱家也该换锅了。嗯，油花不少呢。锅不行吗？我水清的。锅不行。锅不行。绝对锅不行。我的水清不行。锅不行，咱换锅。咱有这条件。今天晚上回来的时候买了一盒鸭脖。行啊，大拿着。刀鱼出锅了，我们可以开饭了。爆米粒饭。吃那么点饭？我就这早上剩的饭，这水饭。然后刀鱼吧。尝一下吧，不要。疯狂炒不热呀。嗯。忘了，忘了。怎么？赶紧的，这个吃鱼喝水不行，腥啊，姑娘。他是鸭脖吧？对。嗯，那算鸭脖。嗯。算鸭脖肉。那玩意儿能好吃吗？哇，豆腐！你愿意吃豆腐吗？哎呦，好吃！这豆腐比这鱼好吃。我想蘸点水。今天刘婷还约我要跟我挖菜去呢，我说不行，我得接姑娘。他不忙。下班以后。啊，他那个啥，他不学车吗？我去接吧。啊，没事儿，那没事儿。来个小尖儿的吧。上手抓吧，那还不好夹。就不是今天夹不上你。费劲。哎呀，我一瞅你那么吃，我都没食欲。那么好吃吗？你就买那个小块豆腐。嗯。像我冰箱那个扔吗？这个都是大块，可以啊。嗯，我不吃，你吃吧。奶奶，我这是跑前面去了。你还不吃？你不吃？吃完晚饭也写完作业了，继续跟我姑娘去游泳馆游泳去。哎呀，出发吧。抬头换气，好，低头，注意脚腕儿，好，注意翻脚啊。